Bất ngờ chưa bà già? Mèo biết nói là có thật nha.
给那些会说话的猫咪。你喊啥呀？有啥？怎么还有呢？你前两天不都走了吗？小野，十万还行吗？你饿了？你饿什么饿呀？你不能饿。为啥不拿米垫一下呀？你刚上厕所。清早叫什么叫？好哦，豌豆不是有吃的吗？长得真丑。冰冰，我们河南话该怎么说呢？是爸爸要我干净啊，乖。想哭啥想哭？臭了，水温还可以吗？今天就是快问快答，好吗？你俩谁更聪明啊？那你说什么呀？那谁更乖呀？啊，那谁更白痴啊？少说点话，记住了吗？别让他知道你是个碎嘴。然后你应该喊姥姥什么？对，然后他问你，你叫什么呀？你就大声就回答他。问你话呢，你家是这个楼的吗？几楼的？一楼？二楼？三楼？四楼？四楼的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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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今天旺不旺？财运桃花一路旺吗？旺。大家旺不旺？旺。你滚吧。你把我当老婆？哎，你要干嘛？哎，你别过来！你要不要脸？那是伟伟的老婆，把手放开！跟个傻逼似的。睡醒了？哎，快把嘴闭上，别让人知道你会说话。